桃花运，就是有很多女孩子喜欢你。朱远，你怎么总说一些我没听过的词啊？寒水派的官话就是这样的。锦鲤你会吧？我也想试试。好啊。是这样吗？应该是这样。初月，回来的路上看到了唐人，给你带了一个回来。谢谢。还有少庄主给你买的锦鲤。我们在做木雕。